这个应该是那个白手纹，在自拍呢。哇，你身高跟他很配呢。你是在只看你自己吗？不要拍完了，堂哥只有一只手。猜猜这是谁的手？刚才我只剩半个腿了。刚才我只剩一个腿。职业你要来吗？我自己来。喂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哇！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哇，太好了！要看这个图片。你先刷微博，然后看这个图片，看自己做的发型。哈哈哈哈哈！商量，好吧。接个单播吗？其实为了给某一个人都这么大了还要过生日派对，他就是我们即将满或者已经满了17岁的孙一航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带上，我要给你看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上次是大概前天还是几天前，前天我们反正就是前几天，就你在公司的时候拍下来的这个东西，就是怎么讲呢，也不是特别的暖心，但是就是非常敷衍的露了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是想了一下对你长就是长这么大说的一些心里的话，当然都是些大实话，所以你不要太难过哈。搞笑，奇怪，霸气，心转，帅气帅气帅气，超级帅，超级帅，超级帅。忘不掉他的那张脸了，你什么什么跪地啊，什么抓耳毛，三蒸桑拿的时候，感觉这个人十分的矛盾，像一个就是一连串那种独特的风格的感觉，跟别人都在学习，然后就是嘻嘻哈哈，毕竟是哦，真是非常。下一秒就，哦不行了，我要出去了，哦不行了，热死了，就。
真的很奇怪。搞笑、无厘头跟极度高冷，高冷的那种，就是一句话都不说，然后就看着手机就默默地走过去了。就可能感觉他是那种很重情义但不太会说出来的人。因为他在学校他有时候会非常高冷，就比如他有天他叫我吃饭，然后那天他就一直 站在门外面，然后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，他不动我也不动，直到那个铃声，就是响第二次铃声响的时候，他才会把门开起来，然后说吃饭啊，他就走了。我就说，但是到之后慢慢接近了，有时会感觉他这个人其实还是很注重友谊还有友情。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那个我们第一次下日记吧，就那个时候因为彩排看自己的视频，然后都有哭嘛，然后孙一航一个人哭的时间比较长，然后他在那边就是彩排完吃饭的时候还在哭。他虽然不会表现在表面，但他其实是一个很善良很友好的一个人，能到今天已经是一个怎么说是很奇妙的感觉吧。在纸上写一下非常想说的话啊，行啊。路途遥远，我们一起走吧。路途遥远，我们以后一起走吧。路途遥远，一起走吧。路途遥远，我们未来一起走吧。路途遥远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孙一航，生日快乐！哎，我等等，把相机护住，干嘛？四十七岁了哈？什么？不得比你小了哟。不得比你小了。又小啥？不得比你。李茂，李茂这边。哎，没有那个了，算了算了。买啊，雷总，多少钱？14块钱，很贵的。你怎么不买10块？老板涨价给，给了。涨价涨成17块。现在就是你大一点。虽然买大的他也吃不完，就买小的，看我多多。那个，给我来个这个吧。帕玛森。还有微信支付的。还算好看。然后可以给我来一个蜡烛，在录吗？没有卖的吗？那我买，买一包蜡烛，好不好？多少钱？微信，加起来17，巧不巧？买了个最便宜的，啊，有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嗯，看这不是17块是什么？在打折了是吧？就17块啊。不是啊，这个蛋糕不是16吗？上面写的是3块钱。喂，手丢了。我给孙悦他买蛋糕去了。出来。天哪，我好感动啊。快，你再帮我买个，给你吃一下。怎么会送你这个呀？是我买的好吗？天哪！就是你为了别人不
这个不是17块钱的吧？你为了什么值17块钱？我等会儿吃吧。马上，这个真的很好啊，这个真的很好。那不成，没关系，我先擦个蜡烛，你做个形式，然后你再。快坐下来。现在不是，蜡烛都给拆了。你快坐下来，加入我们17岁的老年人。我还留2个月才行。对对对，留2个月了，每天都差不多。差不多。这个是17，我也是。我是18。你？还有6个月，7个月。7个月就是成年了，打算到时候成年了，我就你知道吗？开着车，学了车有开着车带着你。可以珍惜一下大家的。首先你的学车，第二个你得有一辆车。首先小车坐不下6个人。那他考驾照还要考2个，一个是绿牌，一个是。没有啊，你考一个就好了。不是，他好像不能开的，蓝牌也开了。不讲话吗？走吧。哎，你看他们是把钓到娃娃的人拍照片放下来，没有钓到娃娃的人都没有。钓出来吗？钓出来我给你提。我钓不出来。好，我来了。你今天一直来的我们买的呀。他买了。中了。咱家还挺重的。充电宝，30块钱买的充电宝，正好要吃。看，放给2块钱。我愿意的充，是包的呀。对，除了这位吧，就是有一个。这是原计划公司的电影院。哇！哟，我们包的惨哎，是吧，李梦？什么叫卖人？带来这一圈就是我们包的。是这样。好看吗？你拍了什么？就是上次在那边拍的。你又拍什么？还不给维斯看看？哦，知道了，我看过这微博。哎呀，我看吧。我想好了，就这个吧。还有薯条。在干嘛？就这个。你看我把手机这个设置成这个样子了。